请翻开本册124页后一面，124页后一面。第七行中下的部分，古迹起源，鲁鲁会策，举参门也，赤取首源，云无量法器，无其因，无受生活，亦非生生烦恼首福，如此胜一切，世俗一切法门，三贤守行套，十善守观法，亦如是之。到此，古七七就解释说，如如会就是标记出张断一门来，其次二举出守缘欠，收到无量法器。没有这个富裕的起因，也没有那受生死的苦果，也不是生生不停的烦恼所缠缚，如同了知正义地的境界，世俗一切的法门，还有三贤，十章十法器，十张扬，十金刚，所行菩提觉道，十圣，也就是十地，所观照正德的真如法，亦如此了之。第三，一切佛教法方便法，我皆记在心中，外道一切论，协定功用，幻化魔说佛说，皆分别入二地处，非一非二，非有因起入场。这一段直且问，一切佛教法方便法，是非有因起入一体，声明如如慧心观照之意，既凡所有一切法门，无着无不破，即能于一切诸佛教法开导方便法门，菩萨一切即在如如慧心之中，融通无碍，其他诸佛法门融通无二，即入外道一切辩论，一切协定功用，一切种种幻化，若魔说，若佛说，若魔见，若佛见，我能融通如如慧心，历历绵绵，皆已分别入二地处。二地即真地熟地也，于此二地究竟无惑，非一非二，云何非一？为魔说非佛说，佛说非魔说，魔说者邪见也，佛说者正见也，故非一也。云何非二？
魔说是非，魔说；佛说是非，佛说。是故魔说佛说，实无二法。魔见佛见，实无二体，故非二也。非有因界等者，为魔以佛，即是非二，何有因界入也？所谓所以观五因，非五因；观十八切，非十八切；观十二路，非十二路，故也。到这，直起说道：一切佛教化方便法，一直到非有因界路，第几段的经文，深述说明如如慧心观照的意义。既然凡所有的一切法门是没有执着也没有缠缚的缘故，就能够代表一切诸佛教化来开导方便的法门，寻找方便的法门。菩萨也都积体在如如慧心之中，能够互相融通，没有障碍。难道今天诸佛法门融通没有二相吗？融通没有两种而已吗？就是入于外道，一切片论，一切的协定供用，一切种种的幻化，或者魔说，或者佛说，或者魔见，或者佛见，我都能够融通在如如慧心当中，是清清楚楚、明明了了，都将它分别入于二谛之处。讲到二谛，就是真谛跟熟谛，对于这两种的谛呢，究竟没有迷惑，非一也非二，不是一啊，也不是二。怎么说不是一呢？意思就是说，魔说不是佛说，佛说不是魔说。魔说就是邪见，邪知邪见；佛说就是正知正见啊，所以是非一，不是一样的。怎么说非二？怎么说不是两样？佛说实际不是啊，魔说实际不是魔说，佛说也实际不是魔佛说，所以魔说佛说实际没有两种法。魔的这种邪见，佛的正见，真实也没有两种的体现，所以不是两样的。关于这一段顺出，他就解释说：说昨然有邪有正，是非常清楚了然哦。有邪有正，有魔有佛，所以是非一。所以是非在于如如慧心当中，邪正魔佛等见也不容而化了，不必这个不必像佛在这个融化金属一样的，它不容而化，所以是非二，所以是非二。这个就是顺出它的解释。接着我们再看下头，非有因界，因界等等，非有因界等等是什么？意思就是说，魔与佛，魔跟佛既然不是两样，那么哪里有五蕴十八地十二路的区别呢？
所以观照五阴也不是五阴，观照十八界也不是十八界，观十二路也不是十二路的这个缘故，换句话说就融合成为一体了。所以是唯有阴界路等等啊，何处缘？既凡圣恶法永无执着，则能善用凡圣诸法，故一切诸佛教化方便，皆其心中，乃至外论邪定等，皆悉分别入恶地处，为佛法是真谛，魔外是俗谛。又魔佛之别是俗谛，魔佛一如是真谛，真不为俗，故非一；俗不为真，故非二。即达是智，则五阴亦非阴，十八界亦非界，十二路亦非路。到这里，何处说道？既然凡圣、凡夫、圣人这两种法永远没有执着，那么就能够善理应用凡圣诸法，所以一切诸佛教化寻找方便的法，多具体在如如慧心当中，乃至于外道的邪定功用等等，都完全分别入于二谛之处。意思就是说，佛法就是真谛，魔邪魔外道就是俗谛。又此魔佛的区别是俗谛，魔佛体性一如是真谛，真谛不归为俗谛，所以是非一。那么真不为俗，这个注重太俗那俗谛就是生了万象了，它是利一切诸法，所以是非一。俗不为真，故非二。俗谛那也不归为真谛，所以是非二。俗不为真就注重在真，所以是非二。真谛就是明一切法，所以是非二。既然能够通达如此的意志，那么五阴也不是五阴，十八界也不是十八界，十二路也不是十二路。古七七人非但所知，外法方便皆其心中，达正方便库，外道邪见功用犯法，魔说即彼佛说痴别之中，皆分别也。入恶地处，地故非一，解故非二，非有因解路。到这，古机器解释说，不但是手持以及向外的教化寻找方便，教化向外教化众生寻找方便，都积极在这一念如如慧心当中，抵达真正的善巧方便的明阔，外道的邪知邪见那么种种犯功用，种种的犯法，魔说以及佛说，在此地当中都能够分别而进入二谛之处，增主二谛之处。讲到谛的缘故，所以是非一，因为谛有恶，所以是非一。讲到劫以如如慧应用如如慧来融解的缘故，所以是非恶，不是两样因此也没有五阴十八界十二路。是非光明，光明照现入一切法场。这段直前面
是非光明三缺，结成鲁鲁慧心，体用观测回向之意。成上问：即是诸法一体皆非，是何境界？答：乃提鲁鲁智慧光明，即此光明照法界性，入一切法，于本法界无二别故。如是智慧，如是观照，是名佛此鲁鲁慧性之回向也。直且说道：是非光明之三缺，是即是成就如如慧心理性妙用，观照智慧回向的意义。成者上文问：既然是一切 诸法一切都非，那么这是哪一种的境界呢？是属于哪一种的境界？怎么样的境界啊？回答说：这乃是乃就是如如智慧的光明，就是这种的光明，能够观照一乘法界的这种观照，也就是观照十法界的体现，而十法界就都归去于一乘法界，所以能够入于一切诸法。而对于本有的一乘法界都没有这个无二别故，都没有两样区别的缘故，如此的智慧，如此的观照，就叫做如此如如慧心的回向。而此缘清净本来为是真慧光明，而此光明照现普入一切法中，即所谓真得所如，十方无碍，故亦可别对无佛系不回向也。何处解释说清净本来是湛然清净，本来如此，唯独是真实智慧的光明。然而这种的这个智慧的光明它的这个本体照性照了，能够普遍入于一切法当中，就是所谓的真得所如，十方无碍。这两句前面我们有解释过了，就引用大佛顶首楞严经这一回向的一个解释前面有说过。所以也可以特别辟推无佛系陀回向。古其其本即是慧光之所应得，然慧光照现即入一切法，以证真实，是为一切法库。古其其说就是智慧光明之所应得，然而这种的智慧光明的本体，它能够照性照了，所以就能够证入一切法。因为证得真如的时候，它是思维一切法的缘故，一切诸法就是同一体现，就是真如的这个法现。所以证得真如的时候，它是思维一切法的。好，接着心识不坏心，乐佛此不坏心者，入圣地之尽解脱位，得道正门，明菩提心，福忍顺空，八魔不坏，众生魔顶，诸佛劝化，入魔顶三昧，放生光，光照十方佛土，入佛威神，出没自在，动大天界，
以平等辟心，无二无别，而非中观之道，以三灭力，光中净佛，无量国土现未受法，尔时即得顶三昧，正虚空平等辟，终持法门，身心满足，心心行空，空空会中道，无相照苦，一切相灭，得金刚三昧门，入一切行门，入虚空平等辟。好，就推断。直解言，此是不坏心回向之意也。别经名，入法界无量回向，未觉一切法，终到无相苦。到这里，直解他就说到，这是解释不坏心回向的意义。别经另外的经典就叫做入法界无量回向。那什么叫做入法界无量回向？意思就是说觉一切法，终到无相苦。关于这两句的解释，在四条仪基础普通器啊，有这么的解释。他说啊，十入法界无量，注解他就这么说，觉一切法，中道无相，明入法界无量，他也跟我们这里一样。那么普弘契他就解释说，说为菩萨觉悟 一切皆中道无相，依法契缘，万法具体，明入法界无量。意思就是说，这位的菩萨能够觉悟一切法啊，一切法是什么呢？啊，一如十法界、依报、正报、假名、十法、色心法也。假名还有十法，十法是指什么了？一如十法界的五音啊等等，皆是实有啊，都是实有。这个叫做十法。那么一切法就是十法界，一真假实色心法，色心的这些法叫做一切法。所以这位的菩萨能够觉悟一切法，都是契乐也，中道无相。一法既然能够圆满，万法也都体灭了，所以叫做入法界无量的这个回向。好，其他我们再看，再依照着相中纲要解释这位的情形。这位他就说十，第十法界无量回向，为弥够真细点，摄大法师气，法师群身，严禁世间，出生自等，虚同虚空，而无限量，凡有善根，修以回向，悉等法界，故名法界，无尽回向。他就这么说，无尽也就是无量的意思。第十法界无量回向，意思就是说，说离垢真细点，运用离开垢秽的真佛来系他的头顶。那么这个什么意思？在华严书里头他就解释说，涅得此定观心手的缘故，涅尼正得此定这种的禅定而来观心手的缘故。外头就是显示
表彰出这个白针来系他的头顶，所以这个佛法又从里面来做解释它，所以叫做离垢针。只要有这种的相状，就了知他获得这种的电啊，这个就是内得此电观心少啊，然后外头视线表彰白针细点，然后他就受大法师的级别，就蒙佛作为大法师的级别，他能够用佛法来布施一切众生，庄严清净世间啊，说了啊，众生世间有烦恼种种染污之法，这位的菩萨说法来度化众生，使令众生能够灭除烦恼染污之法，所以叫做严净世间。他出生的智慧等等都完全同于虚空，而没有限量广大犹如虚空凡是有善根修以回向，都是等于整个法界，所以叫做法界无尽回向，也就是法界无量回向。这个收获了，接着我们再看何住曰：此亦可别对法界无量回向者，信得圆成法界量灭，是真不坏一刻。信得圆成法界量灭，这个就是出于能印经的文，能印经的文啊，能印经他就这么说，说信得圆成法界量灭，明法界无量回向啊。接着圆空老法师他就解释说其次说明法界有量无量中道微妙的意义，讲到信德圆成是什么意思，就乘着前面那两位而来的，第八位就是无著，第八位他讲到即一切法离一切相，唯即于理二无所著，明真如相回向，这个是第八位啊，第八位无著，他就证得信德的全体。接着第九位是无碍，得到信德的大用。第九位无碍就是证得所如十方无碍，名无福解脱回向。所以第九就是无碍，他就能够证得信德广大的妙用。那么啊，体性妙用都去除啊，都去灭了。完毕都具足，所以叫做信德圆成。信德圆成，那么孤山法师他就解释说善德这个妙性圆满成就啊，无著就是般若德前面的第八，无著就是般若德，第九的十方无碍，无碍就是解脱的，现在第十的无量就是法身塔，就是法身塔。这个就是解释信德圆成。接着法界量灭是什么意思？法界量灭实实在在就是由于这个体无不变，用无不作，真如心性的本体，妙不普遍一切处的，而真如心性的妙用，也没有做出一切处的，所以随着举出一色一香都无非中道。什么叫做一色一香无非中道呢？这个就是说，讲到色，我们眼根所对的就是色尘，
这个就是色。那么色它就是一个法界，色当下就是整个法界，它就具足三谛之理哦。为什么？因为一切法体啊，一切法体性是融通的，一切诸法体性都融通，都是融通，不是互相说色，无障无碍的啊。假若说到一切色就是一色，这个就是真谛，因为它真谛就是明一切诸法的意思。假若讲到一色就是一切色，这个就是熟谛，熟谛就是建立一切法。假若讲到非一非一切，第一义一切，双遮一切，一跟一切，双遮双照，一跟一切，这个就是中谛。中谛也就是中道第一义谛，所以穷尽义理来说明，不但色的依法具足三谛之理哦。所谓的一境三谛哦，就是声香味触法这五尘也没有不是如此的。那么举色，那么一切色都在色当，一切法都在色当中，色外也没有一切诸法。举到香，那么一切法都会归趋向于这个香啊，香外也没有一切法，所以说一色一香无非中道，就这个道理。所以一色一香为中道啊，一尘一毛也都是等于这个法界哦，都是等于整个法界，一一都没有限量的啊。所以这里讲到法界量灭，法界量灭就是无量哦。所以解释名称叫做法界无量回向，就是这个意思。好，这个就说过了。所以性德圆成，法界量灭，就是真正不坏的啊，不坏心的这个意义。接着下头就是解释本文。那佛持不坏心者，入圣地智，尽解脱位，得道正门，明菩提心，无忍顺空，八魔不坏，众圣魔顶，诸佛劝化，入魔顶三灭，放生光，光照十方佛土，入佛威神，出没自在，动大天界，与平等地心，无二无别，而非中观之道者。这一段直解缘乐佛持等恶趣飘天，入圣地智，自下而非中观之道一节，此证明不坏心体用观之回向之业。所言不坏心者，其意有六，故得不坏。入圣地智，尽解脱位，得道正门，明菩提心，无忍顺空，八魔不坏，有此六义，故名不坏心也。言入圣地智者，为诸形象之三十心，明贤地上菩萨，明圣今之十相中心，所得智慧即当初地智慧，果言入圣地智。尽解脱位者，尽者宁也。三贤至此，相宁出殿，将解脱分别二忏，故言尽解脱位。得道正门者，道即诸佛达道，此道不偏不邪，名称曰忏，门者通也，以出欢喜菩萨，得正修行门乐。若到此门，一朝直入如来觉界，所谓欢喜菩萨，觉通如来，净佛境界。
金吉石像中心将登出帖，故缘得到正门。我们先看到这，直接说到乐佛池等这两切是飘天，乐佛池不坏心者，这两切就是飘起决定切克啊，能修人守修法的文切，入圣地册一直到啊，一直到下头，而非中观之道这一阶段的经文，这是正式说明不坏心体现妙用观照智慧为相的意义。所说的不坏心，它的义理有六种，所以获得不坏的名称。那六种就是入圣地次、尽解脱位、得道正门、明菩提心、无忍顺空、八魔不坏。那么这六种的意义下头都有详细说明，有这六种的意义，所以叫做不坏心。说到入圣地次是什么意思？意思就是说十住十行十回向的三十心就叫做贤，贤位的菩萨。地上的菩萨就是圣，就是圣位的菩萨。现在此十回向的中心最后一心就不坏心，所获得的智慧也就是登道初地菩萨的智慧，所以说入圣地智。而讲到尽解脱位是什么意思？尽有临近的意思。三贤菩萨到此他已经相临近于初地的菩萨了，将要解脱分别烦恼所持这两种的障碍，去除分别无法二执，所以叫做尽解脱位。而讲到得道之门是什么意思？道也就是 诸佛通达的这个觉道，这种的觉道是不偏也不邪的，不偏一边也不邪恶的，所以叫做正。讲到门就是通达的意思，因为最初初地欢喜的菩萨，初地就是欢喜地因为最初欢喜地的菩萨得到真正修行的门道，假如到达这种修行的门道，就可以依超直接进入如来无上这个决定觉悟圆满的地位。所谓的欢喜菩萨，他是觉通如来，能够净佛的境界，觉通如来净佛境界，这两句是出于大佛顶首楞严经的这个文所以这两句我们说一说。那么《楞严经》的经文他就说，阿难，四善难辞，于大菩提善得通达，觉通如来净佛境界，名欢喜地。就这里觉通如来净佛境界叫做欢喜地原因老法师他就这么解释，说讲到地有许多意义，简略就这两种来加以解释。第一种是诚实意，诚实意，诚实论的诚实诚实意，意思就是说每一地每一地都是以真如实相为体，
也正如实相作为本体了，但是坚固不坏，这是诚实意。第二就是发生业，意思就是说每一点每一点都发生佛地的功德，大用是种种，没有穷尽的，没有穷尽的啊。好，接着我们就消失经文说，阿难，至善难辞，一大菩提善得通达，直通如来净佛境界，名唤喜帖。佛又对阿难尊者说啊，这位的善男子，他在世第一地，因为十非相圆满，还要修四加行，四加行第四的加行就是世第一，鸾顶能世第一啊。那么这位的善男子在世第一地，这一地善你能够成就，那么障碍出第一分的无眠，又何难困难之间能够破除，而如来的三德密藏就完全圆满的证得。所以下头说，于大菩提善德通达，觉通如来净佛境界。于大菩提贵也，无上菩提，大菩提就是无上菩提。那么无上菩提他不超出于三藏的全体，三藏是什么？楞严经讲的空如来藏，不空如来藏，空不空如来藏，这三藏的全体，还有十玄门微妙的作用。这一位的菩萨他位居于分证的菩萨，属于分证其佛，分证的菩萨，所以他不受成就，只是说通达。而经文讲到于大菩提善德通达，讲到善德通达是什么意思啊？也就是限量亲自的正德啊，不离开自心，能够通达佛的这种觉道的缘故。所以下头说觉通如来净佛境界，这两句什么意思啊？就是解释上头两句，因为自性的本觉，本来的觉性跟诸佛的妙觉是融通，没有二相了，能够穷尽诸佛微妙的境界，这个叫做净佛境界。那么也就是前面的经文所说的啊，微妙觉明，圆照法界的这种意思。那么这里不但通达，而且能够净佛的境界，又如同善世诸佛所应证得的，我也已经证得了，如一切众生所本来具足的，我已经证到了。所以啊，即为升起尽快之心，所以称作欢喜地，这个就是欢喜地啊的菩萨啊。这两句我们就解释过了，所谓的欢喜菩萨觉通如来净佛境界，今即实相中心，现在就是十非相最后一心，将要登到初地，所以说得到正门。接着下头，明菩提心者，明即了明菩提心者，华严觉道一名道心，巨大道心已成众生，明了此心，故名明菩提心。自度论缘，菩提心有五种，一种实性菩萨名为发菩提心，也就是发心菩提。为此菩萨于无量生死中，为求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而乃发此大心，故名发菩提心。二者住行相诸菩萨名为菩菩提心，为此菩萨则出烦恼降伏其心，行诸波密行利益众生，故名菩菩提心。三者
初地至七地诸菩萨，名为名菩提心。为此菩萨观三世法总相别相分别着两，得见诸法本末实相，清净明了，与般若波罗蜜相应，故名名菩提心。是者，八地、九地、十地三位菩萨名出道菩提心。为此菩萨于般若波罗蜜中得方便力，亦不着于般若波罗蜜，故能灭一切烦恼障惑，得见一切十方诸佛体现，真得无生法忍，诸离三界，到娑婆罗海，故名出道菩提心。无者，等妙二地菩萨名为正无上菩提心。为此菩萨作于道场，断除烦恼，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果，是名正无上菩提心。此五种中之第三也。为此十相中心，将登圣殿，明真见道，究竟明了，故曰明菩提心。到此。明菩提心是什么意思？明就是了明，菩提心我们中华的原名就翻译叫做觉道，也叫做道心，具足大道心，用来成就一切众生，能够明了这种心，所以叫做明菩提心。制度论说道，菩提心有五种。第一种就是实性的菩萨，就叫做发菩提心。意思就是说，这位的菩萨在彼无量生死当中，为了求得无上佛果菩提的缘故，无上正等正觉的缘故啊，然而乃能够发起这种的大菩提心，所以叫做发菩提心。第二种，实住实行实非相，诸位的菩萨，他就叫做佛菩提心。意思就是说，这位的菩萨能够折服诸多的烦恼，能够降服他的这个内心啊妄想之心，而修行诸多的波罗蜜的行门，来利益一切众生，所以叫做佛菩提心。第三种，初地到七地，诸位的菩萨就叫做明菩提心。意思就是说，这些的菩萨啊，能够观照三世诸法的总相、别相。总相观照诸法的总相，就证得一切智，万法皆空。啊，了知万法皆空，这个就是观诸法三世法的总相。而别相就是道种智，啊，了知生了万相，众生有种种的这个心变，那就施舍无量无边的道法来对治众生的心变啊，以无量的法药对治众生无量的这个烦恼变，来分别筹谋度量，能够见到诸法根本之末的这个真如实相，都清清明明了了，跟这个般若波罗蜜啊，微妙的智慧，微妙的波罗多能够相应，所以叫做明菩提心。第四种就是八地、九地、十地这三位的菩萨，就叫做初道菩提心。意思就是说，这几位的菩萨，而在别般若波罗蜜、般若度当中，能够获得全巧方便的力量，也不执着于般若度，所以能够般若度的缘故，所以能够灭除一切烦恼障的缘故，
能够见到正见一切十方诸佛真实的体现，真正能够获得无生法忍诸法这个本质不生不灭的这个真理，能够处理一切色界无色界这三界，到达一切佛种智海娑婆罗海，就是一切种智海，所以跳出出道的菩提心。第五种就是等觉妙觉，这二地的菩萨就叫做正无上菩提心，意思就是说这两位的菩萨能够作为这个无上的道场，断除诸多的维系烦恼，而成就无上正等正觉的名号，所以叫做正无上菩提心。这五种当中的第三就是明菩提心，这个叫做明菩提心。这五种菩提心的第三种就是明菩提心，意思就是说这十回向最后一心将要登到登上这个圣地，圣地就是最初的圣人欢喜地，能够明白真见道。什么叫做真见道？这里我们就说一说，真见道是什么意思？真见道是对着相见道来说的有所谓的真相见道。那么真见道简单说也就是这个释迦行十回向完毕，在进步修释迦行，由是第一法的这一刹那最初见得真理的时候叫做真见道，叫做真见道。难道什么叫做相见道？由见到真理之后发生获得智，模仿最初见到时候断落正真的状况，所以叫做相见道。那现在我们这里就是解释真见道。那么这种真见道它体现是愿离一切的虚妄，亲自能够证得真如离体，实际能够断除烦恼所知恶障，所以叫做真。又则解释真，真就是离，见就是智，证到这个真理的智慧叫做真见道。真见道这个叫做真见道。那么这个就是简单解释那假若要详细解释，就是要根据成唯识论就是解释了。那么我们也说一说好了，根据成唯识论，真见道是什么？他这么说，真见道就证得唯识性证得唯识性，他就是根本智所说上这个论文他就这么说，说若菩萨于所缘境无分别智，多无所得，不取种种细论相课，尔时乃明实处，唯是真圣意性，即证真如智，与真如平等平等，距离能取所许所取相课，此次这个见有相我，说无相取，不取相过，虽有见分而无分别，说非能取，非取全我，虽无相分而可说此待如相起，不离如过，实证二空所显真理，实断二障分别随免，虽多刹那四方究竟而相等故，总说一心，所以称作一心的真见道。
我们就说明一下。所以假若菩萨对所缘的境界，他能够升起这个无分别智，那么对于所缘的境界就多无所得了，所以就不取着于种种细论相的这个缘故，这时候就叫做真实安住在唯识真实圣意的这个体性上头。那么这个正大真如，真如的智慧跟真如理是平等平等，都完全愿你能取所取相状的缘故。因为为什么要愿你呢？因为能所取的相状都是分别，都是属于分别，都是属于 有所得心，都是属于细论显现的缘故，所以要愿你它，都要愿你能取所取相状的缘故。这种的智慧，它见闻是有，相闻没有，所以说无相取，也就是不取种种相的缘故。虽然有见闻，然而却没有分别，所以说会能取，但是不是能取完全没有，它是有见闻啊，只是有见闻而不分别而已。虽然没有相分，而可以宣说这种真见道是待在真如之下而升起，不离开真如的缘故，正是正得无法二空所显的真理，正是断除分别所知啊，烦恼所知二障，分别烦恼的种子。虽然许多忏罗事情才就近而相等的缘故，龙种说一心，这个就是真见道啊，也根据成为世论解释这一段文啊，解释真见道的意思。那么这个成为世论呢，以前未尽意识的学院的同学曾经讲过一遍，讲到毕业的时候，这个还没讲完，他们有的还毕业了，还留下来听，继续听完再毕业。这个就是真见道，这个叫做真见道。好，将真胜辟，明真见道，究竟明了，那究竟能够明了，所以叫做明菩提心。接着下头解释佛忍顺空，佛忍顺空者，能有无人三贤菩萨名佛忍位，初地、二地、三地名信忍位，四地、五地、六地名顺忍位，七地、八地、九地名无生忍，十地等妙名极灭忍。此三贤未行满，居佛忍道极顶，将登圣地，一切异象无明，现行不起，亦能随顺于无生空，故言无忍，无忍顺空。到此，这个就是解释无忍顺空。讲到无忍顺空是什么意思？讲到忍有五种忍，前面我们也曾经说过，那么这里既然说到，我们再说一说。说人有五种，三贤的菩萨是发趣，是长养，是金刚。三贤的菩萨叫做佛忍位。什么叫做佛忍位？也就是他未能够真正获得无漏，未能够证果，然而他只是有智慧，能够降伏烦恼，所以叫做佛忍位。那么初地、二地、三地的菩萨叫做信忍位，信忍位的菩萨他能够证得无漏之性，没有烦恼泄露的信心啊，这种生信三宝之心是不再动摇了。第四地、第五地、第六地啊，这个就叫做顺忍位，这个叫做顺忍位。什么叫做顺忍位？就是顺菩提道，趋向于无生之苦，
这个叫做顺冷位。七地、八地、九地又叫做无生难。什么叫做无生难？也就是他的希望的烦恼已经穷尽，能够了知诸法完全都不生。接着第十第一等觉妙觉就叫做极灭难。什么叫做极灭难？也就是将诸多的烦恼都断除得干干净净，清净无为，湛然极灭，这个叫做极灭难。那么这三行为行满，修行圆满，居住于无人道，无人道法的极点，无人道法的极点。因为三贤的菩萨叫做无人位嘛，那么十回向的就是无人位的极点，十回向的最后一心就是无人道的极点，所以将要登到圣人的这个地位。一切的意象无明都现行都不起了，不起作用了，不起现行了，也能够随顺于无声的空灵，所以叫做无人无人顺口。接着八魔不坏者，八魔一色魔，二色魔，三想魔，四行魔，五事魔，六烦恼魔，七识魔，八天魔也。五蕴魔者，一名五蕴魔，因为概括，因而蕴由七切，以及五蕴生灭，使修行人不能超脱，名五蕴魔。烦恼魔者，即三界中见识烦恼，一切妄惑，若修行人，这个为此妄惑，扰乱心神，不能成就。而若菩提，名烦恼魔。原始魔者，即生四大分散，忧伤云末，若修行人为此忧伤不能去言会命，名为始魔。原天魔者，乃提欲界第六他化自在天魔，若修行人勤修圣善，必超三界生死，而此天魔未作障碍，发起种种扰乱之事，令修行人不能成就，是出是散，乐因乐果，故名天魔。天魔一种，是为外魔；前七种，是内魔。梵语魔老，华严薄命，又名沙扯，为夺智慧之命而杀，是出世间，一切善根，故云魔也。言不坏者，由是菩萨入圣地去，尽解脱位，得道正门，明菩提心，无人顺空，达妄想即真如，了无明即佛性。是故八魔不能坏也。以是魔无能坏，故感众生魔品，安慰其心，诸佛劝化，增进其行。华严十回向品中言：十方诸佛各以右手摩金刚床菩萨之顶加倍为收发处，即持摩顶之业，是故得入摩顶三昧，即放生光，而此生光光照十方苦土，即能如佛为生，行于如佛于十方国土中，若出若没，或隐或显，自在无碍，以是神片，以此震动大千世界，皆为虚空平等地心，无二无别，而非中观之道场。为此菩萨虽然如是神变，而上非欢喜地，实证第一义地中观之道，现佛佛身，佛佛世界，一一变之无碍者也。道场，八魔不坏是什么意思？八魔第一就是色魔，第二色魔，第三想魔，第四行魔，第五是魔，第六烦恼魔，第七死魔，第八天魔。那那就一一说明。五蕴魔那就合起来说，
五蕴魔也叫做五蕴魔，蕴就是覆盖的意义，蕴犹如栖居的意思，因为能够栖居五蕴，栖居五蕴啊，五蕴法色受想行识，五蕴法生生灭灭，只令修行之人不能够超越其他，所以叫做五蕴魔。烦恼魔是什么意思？也就是三界当中见识的烦恼，一切的希望的迷惑。假若修行之人被这种希望的迷惑烦恼来扰乱精神的话，就不能够成就无上佛果菩提，所以叫做烦恼魔。说到死魔是什么意思？也就是我们生身体四大分散，地水火风四大分散，腰上云墨就死去了。假如修行之人被这种所腰上，就不能够继续修行，延续继续来延延长法生慧命，所以叫做死魔。说到天魔是什么？乃就是欲界第六他化自在天魔。假如修行之人精勤修学殊胜的善法，想要超越三界的生死，然而这种的天魔就会为我们来做障碍，又发起种种扰乱的事，使令修行之人不能够成就世间出世间的善法，获得乐因乐果，所以叫做天魔。天魔这一种是属于外魔，前面的七种是属于内魔，梵语叫做魔罗，翻作中文叫做夺命，夺掉我们的命根夺掉我们的法身慧命，又叫做沙者，意思就是说能够夺掉我们智慧之命，而杀害世间出世间一切的善根，所以叫做魔。讲到不坏是什么道理？由于这位的菩萨他能够入圣地的智慧，宁静于解脱的位置，能够得到这么能够明菩提心，无人圣空，能够替他妄想当下就是真的。所谓无名实现其佛性，幻化空身其法身能够替他妄想当下就是真的，能够了达无名实性就是佛性，无名就是佛性，所以呢，八魔不能够破坏它。因此，因为这个魔不能够破坏的名刻，所以就召感众多的圣人、伟大的圣人来摩点，安慰他的内心，诸佛的劝勉，来发起增进他的这个心弦。所以法言十回向品当中说，十方的诸佛个别运用右手来摩金刚传菩萨的顶来加遍，作为收发处收发处，那么就是这里摩顶的意义。所以能够入于摩顶的上面，他就能够大放身体身上的光明，然而这种身上的光明，这种光明能够照耀十方的国度，就能够入于佛的威神，他的身形威仪就如同佛一样的，在于十方国度当中，或者出殿，或者入殿，或者隐藏，或者显现，能够自在无障无碍。因此运用这种的神通变化，一时能够震动大千世界就跟虚空平等地心，也就是出地，出地之心也就无二无别了。然而尚且还不是中观的之道，为什么？因为这位的菩萨虽然有如此的神通变化，然而尚且不是欢喜地正是正达第一义地中道中观的之道那么出地的菩萨能够显现佛佛之身，在百佛的世界一一多变了之，都是没有障碍的情形，不能够跟出地的菩萨比，
所以他还不是中观的知道。接着，何处缘？十清中心皆以不坏为意，此居最破，独因无坏之眠，此心乃是能入圣地之策，一尽解脱之位，得中道之正门也。入圣地之是般若德，尽解脱位是解脱德，得到正门是法身德。入圣地之即明智菩提，尽解脱位即明方便菩提，得到正面正门即明真心菩提。要入圣地之即明了因慧心，尽解脱位即明原因善心，得到正门即明正因理心，故曰明菩提心也。此为地前无人其位，顺于第一义空之理。第一义空无处生死，故借念因魔、烦恼魔、死魔、天魔所不能坏，不住涅槃，故界外苦、无常、无我、不净四魔所不能坏，分满众圣依持魔顶，十方诸佛咸结劝化，坠入魔顶三昧，放光普照，亦能入佛威神，出没自在，动大千界，也难与登地者无别，而由不名为出地草，以及上菜仆人有所相似中观，怀疑真实中观之道故也。好，这有这一段我们就了解啊。我遇到是所启示的八摩跟前面又不同，八摩的意思又不同啊，祖师所启示的有些有不同的啊，然后下头又不同啊，下头又不同。接着我们看何处，何处言，何处启示说，十金刚心，十种的金刚心都是以不坏作为意义，而这里这一位你的居缘提出于最后，所以读读因受啊，这个不坏心的名称，这种心乃是能够入于正地的智慧，已经临近解脱的位置，得到中道的正门。入圣地智就是属于般若德，进解脱位就属于解脱德，得到正门就是法身德啊！啊，入圣地智就说明实质菩提啊，尽解脱位就说明方便菩提啊，得到正门就说明真心菩提，真心菩提，真心菩提就是正得法身德，方便菩提就是正得这个解脱德啊，实质菩提就是般若德。是这个，又他入圣地智，就是说明了因慧心，了因慧心；而尽解脱位，就说明缘因善心，有种种的助缘来助化啊，助化我们的这个正因佛性啊。这个种种的助缘是什么？广修六度万恨啊，就是种种的助缘啊。那么啊，得到正门就是说明我们的正因理性，正因理性。那么前面的一个入圣地智说明了因慧心，了因慧心是什么？就是我们所做的广行六度万恨当下都跟般若波罗蜜相应，这个就是了因慧心啊。那么正因理性就是我们真正成佛的因草，就正因理性，所以合起来叫做明菩提心。这个就是所谓地前无人啊，最极的位置，能够随顺你第一义空的真理。第一义空它不执着于生死，所以界内的五阴魔、烦恼魔、死魔、天魔所不能够破坏，它也不执着于生死，所以界外的苦、无常、无我、不净四魔也所不能够破坏的。他能够分满众生啊，这个他能啊分满的众生分正法身啊，这个满正法身的众生意思都为他摩顶，十方的诸佛也完全
都来劝勉，来发起他的心情，于是就能够入于某顶的上面，光升光普照啊，十万国度啊，也能够入于佛的威身啊，出没出定入定，都自由自在，震动大天世界，也难啊，也难能够跟登地的菩萨没有什么区别，然而还不能够叫做出地，这是什么道理？因为他尚且还在无人的位置，又然属于相似的中观啊，不是真实中观啊，这个了知这个圣道的缘故，而未能证得无法二空的真理啊，你看就不是真实中观之道的这个缘故。好，接着，古籍记闻不坏心察，举瞻满眼，自明形象中，堪入圣智，尽于分别二障系统，但得圣道方便正门，于此中心开示善根，明德明真，故名明菩提心。无人之中即顺空理，八摩诃一苦二空三无常四无我，五生六老七骗八死，为此八种之所惑乱，传说如此。因愿生死心小涅槃，非菩提心，立为魔也。明智分行也，自明圣分，众生已裂，言诸佛劝化者，不见此人而发悟库，彼受加疑，入魔顶片，得善业加利，出生加利中，自生放光，入佛为审查，传说习佛为以行也。次一加利以正地心，相似无别，而非实证中观之道，此真门也。到此，到此，好，那是什么意思啊？无坏心就是取出障断一门来，即次说明形象当中，堪可入于圣智、圣地的智慧啊。那么接近于分别烦恼所知二障，能够解脱的，他已经临近了啊，临近要解脱了。只是获得圣道方便的证明，然而此十非相的中心啊，他又开示善根哦，开示善根，软顶冷次低示善根。那他明德明真，所以叫做菩提心。那什么叫做明德明真啊？这个又是这个法相名词了哦。法相名词就要找找什么呢？找这个法相的啊，你看我们相中的纲要也有，也有四家行位哈、啊，说到四家行的情形，那么我们就说明一下，什么叫做这个明德明真啊？四善根就是软顶冷是第一，软顶冷是第一啊，四善根。那么在软位的时候。软位的时候，它是安立明德定的名称，这个明德是一种定的名称哦。这个在顶位施设明真定的名称，这个就是明德明真啊。那么什么叫做明德明真啊？我们就说到这个软位它所修的。那什么叫做软位？软也就是最初获得见到佛的情象，所以叫做软啊。它是依于明德定，发起下行思，观照无所觉啊。时间已到，至于什么叫做明德明真的详细情形，下一回再分解。好，回向。